但是老百姓都放了，那还，哦，还有一半。王兴，哎，把那一半都放了，把那一半都放了。等等，燕子李三抓住了吗？哦，那个燕子李三没抓到，但是我们抓到一个很重要的人，跟燕子李三是同伙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如果抓到同伙，一定会把真正的燕子李三引出来的。而且我们把梅子给找到了。Yosuko，严署长，哎，既然真正的燕子李三没有抓到啊，那他的这些同伙一个也不能放走。我们这些武士好久没有杀人了，今天正好让他们都练练。哦，是是是是，那个你想怎么练就怎么练。糟糕，你们几个不能好死。我这把刀叫七动刀，你知道什么叫七动刀吗？就是一刀砍下去，砍断七个人。你想不想试试？恶魔，你一定会被千刀万剐下地狱的！把人给我带上来。王新天上，快，拉七个人。哎，哎。走！哎哎哎！出来！
这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字界，中国人不许大陆半步，你们赶紧让开。凭什么让我们让开？中国人的土地。我警告你，给我让开，不然我就依照自界公约开枪了。小日本，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老子没有过线。八嘎，等等，服从命令。说了多少回了，不要跟日本人发生冲突。现在蒋总司令成立了交涉部，要跟日本人谈判，和平解决两国纷争。日本人要跟咱们和平相处，我敢说，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。他们的心思不是和平，他们想占领山东这个地盘，把山东变成他们的殖民地。你看看那些日本人，每天在城里面欺压百姓，无恶不作。要是再不给他们一点教训的话，恐怕就没有时间了。咱们俩怎么睡着了？署长让咱们俩审人呢。审个屁呀、啊！这小子嘴就像厕所里的石头一样，又臭又硬。走，咱俩试试去。如果把李三那个据点审出来，咱们俩就立大功了。走。哎，醒醒，说不说啊？我就说嘛，这小子嘴硬得很，咱俩还是回去好好睡觉，等署长来了再审。睡什么睡呀、啊？哎。
醒醒！哎，怎么又睡着了？师傅，我已经四周打探过了，没有人。你在这盯着，你给我进去。好。李三，好久不见了啊！你这么聪明，没觉得今天的行动很顺利吗？是太顺利了，不过我不得不夸你一句，你还真够卑鄙的。那我也夸你一句，你真不要脸。你是贼，我是官差，谁卑鄙？我就知道你今天要来，所以就在这儿等着你们来。既然要抓我，为什么不早点？何苦大费周章？大费周章？没动一枪一弹，大费他娘的什么周章？知道吗？猫抓到耗子，要玩够了以后再吃。你现在不是小燕子，而是我的小耗子。我要玩够了你，再吃。少在这废话，老子今天跟你拼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哎呀，吓死！哈哈哈哈哈！三，给你个选择题。一，束手就擒；二，先尝尝子弹；二选一，一会儿准备走。快走，快走，走！是不是你杀的？李伟江，他是我最敬重的中国朋友，不过他已经过去多年了。你为什么提到他？我虽然记不清你长什么样，但是我记得你这把刀。嗯，我的刀。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我父亲。嗯，你父亲？他是我最敬重的中国朋友。敬重？
难道你们日本人对自己敬重的人都要下毒手吗？哼，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，暂且不提，今天就把眼前的事儿了结了再说。好啊，我杀了你们士兵，你杀了我父亲，那这仗就是咱们俩的，跟我徒弟没关系，让他们走。师傅，快走！你们小心！师傅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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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站住！站住！跑啊！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你不是会飞吗？飞呀！还有你，你不是会上树吗？一个一个的，大头铁牛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说错了。哎呀，你们这帮名字太难记了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只要你乖乖的跟我回去，我不会为难你的朋友的。見つかったよ。等等。出手！李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中国人和日本人发生冲突，我作为济南中日交涉署署长，当然要来了。李毅，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事情，你最好不要插手。你不要忘了，詹总司令的命令。我当然没忘。所以我是来平息事端的。那很好。哼，现在我要将燕子李三及同伙捉拿归案，那事情也就平息了。要抓也是我抓呀，不劳渡边少将动手啊。嗯，如果我非要将他们带回去呢？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哎，等等，渡边先生，我想你心里边很清楚，你们做这一切背后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也不想揭穿你们，我需要你们马上撤出济南城。撤军？我们在济南是为了保护我们大日本国侨民的安全，就凭你几句无端指责的话，就想让我们撤军？哼，装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渡边先生。你连敢面对问题的勇气都没有，难怪，难怪你们叫小日本。哎哎哎，渡边君，您别生气，我跟他说。李哥，你又误会了，怎么是我们进济南城呢？那是马大帅求我们进济南城的。现在你们双方打起来了，诬陷我们别有用心，这不合适吧？这不是大丈夫所为呀。汉奸，你现在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汉奸。你这样做你不怕吗？啊，你不怕进不了你们家祖坟吗？你八个。李先生，我看到你是客人来给我们谈判的份上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但是我要明确地告诉你，当初让我们进来的是马大帅，现在你们双方打起来了，反而怪罪到我们头上，而且我们军队丝毫没有干涉你们的内政，我们完全是为了保护我们侨民的安全。现在想要我们撤出济南城，那绝不可能。嗨，我希望你就不要再胡说八道了。保护侨民的安全，你这叫保护侨民的安全吗？啊，你是想把山东变成你们的殖民地？我说你这一辈子你都改不了了。什么叫殖民地啊？什么殖民地啊？啊！再者说了，
要真把济南城变成殖民地，那也是咱们的福气呀、啊。败类，你真是败类，你是中国人的败类，中国人所有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败类，日本人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。识时务者为俊杰呀、啊，李毅，你就听我一次好不好？乖乖的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做事，否则，今天你可没那么幸运再活着出去了。你听着，日本人要占咱们的国土，这是咱们的国耻。可是像你这样的人，还恬不知耻的在这儿当汉奸。你听着，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像你这样像狗一样的在这儿活着。谁他娘是狗啊？你李烨，我陈宇打心眼里佩服你是条汉子。看了咱俩共事这么多年，别动！死我一个不要紧，但是你记着，你休想把济南变成你们的第二个殖民地，你知道吗？好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呢！我可不能让你就这么痛痛快快的死了，我要慢慢的看着你体无完肤的一步一步的死去。把石头给我割下来。啊，杜片君，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杜片，你听着，你现在在中国所做的一切，我们中国人一定会让你加倍偿还，你知道吗？你记着。对不起。杜边军，他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“杀鸡给猴看”，我看他也死得差不多了，不如把他拉到广场去示众。他们中国人都是见不见棺材不掉泪，杀一儆百，以后他们连屁都不敢放了。把他拉下去，拉下去。嘿，嘿，打，走，快点，走，走，快点，快，快走啊你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站好！快快快！快点快点，后边带着，快点，跟上跟上！这干什么呀？这是？对，又把咱们捉进去了，这是要干嘛呀？干什么呀？听山木先生训话。今天召集大家来，是为了明确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入驻济南城，是为了保护我们侨民的安全，请大家不要恐慌。中日向来友善，我们的侨民在济南城经商多年，向来相安无事。可是北伐军一进入济南城就事端频发，尤其是激进的华兴会分子，他们造谣污蔑，企图破坏我们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。这个李毅就是潜伏在我们济南城多年的华兴会头的。哦，不对，应该说是匪头，而且之前他还潜伏在我们警署偷窃军火库，制造多起杀人案件。
现在更是假借北伐军交涉署之名破坏中日关系。乡亲们，像这样罪大恶极的人应该怎么办？是不是应该就地枪决？立毅，你服不服？大家看到了，他无言以对，说明他已经默认了他的罪行。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处决这个匪头。今天你可不能再怪我了。小七，小七，醒了，感觉好些了吗？让你受苦了，这帮小鬼子，下手可真够狠的。还有陈宇，就是他给我用的刑。谁？陈宇。陈宇。又是陈宇那个混蛋。当初啊，我就该让我爹，我是说马大帅，直接杀了他，省得他再祸害百姓。方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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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玉大哥没跟你一起来吗？对啊，方大哥，李大哥他人呢？李大哥他。李大哥他遇难了。李大哥代表北伐军交涉署和日本人谈判，谈判当中日本人残忍地将李大哥杀害了，最后还割了他的舌头。这些小日本人，哼，我现在就去杀了他们。这些小日本欺人太甚，哥几个
咱们现在出发。对，李大伯的仇一定要报，但是现在还不能去。我们还不能去？哎，我报仇我还分时间吗？他们杀人的时候分过时间吗？如果我们现在冲出去，受伤害的一定会是无辜的老百姓，他们日本人一定会把老百姓都围剿起来。小雨说的对，这个仇我们早晚都得报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今天晚上。雨姐姐，牛岛队长，这是怎么了？把日本商会给我包围起来，早期破坏大日本帝国赤字大人。什么？反了他们了？是啊，快，一定要把济南翻过来，也要把他们抓住。是，还不快？在那边呢。お前ら二人の声、お顔いけ。はい。